玩柯南，我们必须要学会提前预判危险。王昭君没有动到人，那我们就找机会扫他两梭子，不好被对面消耗了，直接半血。马可看我这个状态，给我一梭子，肯定是想要撞我的。不要犹豫，果断闪现，我让铁墙了。肖敦在开龙，这个时候我们肯定是要占视野的，悄悄来到这个草丛里，谁敢过来抢龙我就干谁。别怪我没提醒你们。哎，这怎么看到我的？哇，注意点，马可要转大招了，转了一秒，典韦在砍我，不用慌，先给马可一梭子。前期典韦伤害不算高，还能扛，等马可靠近闪现过来先打马可。典韦现在很纠结，到底是先杀我还是先杀瑶，现在犹豫不决的时候直接给他秒了。米莱迪来骚扰我了，直接闪了我一个大招，但是可惜你太小看我的伤害和回血了，等他靠近的一瞬间二闪推他，可恶，地太滑，远到脚摔死了。在我打野猪的时候，对面的马可直接转上来了。说白了，这不就是送吗？先用扫刺和消耗他的状态，还剩一点血，二技能收掉，被躲了没关系。有闪现，我们直接过去给他验个尸，看看他死透没有。独眼龙在下路一打二，马可是残血，但是可惜马可位太多了，他要跑，但是他真能跑得掉吗？从侧面进场，趁马可没有反过来，直接一闪，还剩一丝血，没关系，二技能收掉，潇洒离去。看撑了，不妨点个关注，直播间不见不散。